对对对，先倒一趟。练习热身呐、啊。对对对。热身热身热起来！起来！要高一点拿到的才有福气。别故意。一根了，一根，直到来宾的数。哎哎哎！你要把木头拿下来哦，拿盲扫就好了，不要摸到木头。用力点啊！用力啊！哇，你要摸得到啊！用力啊！那不要往前了，不要再往前了。好，越来越低了，不要摸到那个木头哦。抓芒草，抓芒草。高明春，加油！高明春，哦，加油！加油！冲锋，冲锋！哦，好！哎呀！拿下！好，麻烦我换个方向。好，现在这个动作是我们的主记者带着他的家属，拿食物送给我们的主部长。为什么要拿糯米？因为它有灵性，代表赛下组跟主部长紧密的关系。
你拉到那个相机头啊，快点让我接着接。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我们的总主地的家属非常的多，人丁兴旺。还非常危险的，我们等一下会让你离开。等一下，你们睡一个晚上。离开哦。怎样？怎样？怎样？各位，没有就往下。各位，我后面会救。不要看掉下来啊！拉下来吗？好，这个应该是属于孙子队了，我们给他掌声一下。这是我们
在这里的文化是绵绵不绝的。好，来，我们请摄影记者麻烦离开你们现在的位置，我们现在位置是非常危险的，稍微离开，一定要离开。等一下的动作会非常的激烈。阿贵，阿贵，你们自己做好自己啊！结束，我们非常感谢我们这次的主记者朱礼敬，朱主记者，我们也感谢我们赵家头目赵达贵赵头目，更感谢我们三下族所有的族人热情的参与，也感谢我们在场汉人的朋友，参与我们的活动，了解我们的文化，感谢大家。现在在现场的，请你暂时不要离开，我们一部分会送给你们一份小礼物，当作你们回家路程的便当。这个也是矮灵的祝福啊，请你一定要接受。上面，上面。